笨笨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你们都还好吗？这才是我的真面目。我也利用珍珠的力量把自己变成人鱼。刚才珍珠碎掉，所以我也变回原状了。菲拉，很抱歉我把珍珠给摔破了。我们可以找一颗新的，再让你变回人鱼的样子。哦，真的不用，我其实很高兴。我以前也很不喜欢我这个样子，可是看到你变成这样也勇往直前的样子，真的让我超级感动的。我准备好要让大家看看我最真实的样子了。说得真好，贝拉。他有魅力、魄力跟勇气。所以你等一下就会直接回到海里，对吧？对啊，计划果然赶不上变化，可是我们都不会忘记在海底一起玩乐的时候。拜，小小好朋友。拜拜喽，我们之后在海底见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阿基宝贝想要去干燥的地方，哼，毛巾工厂之类的。哦，超棒的。笨的宝贝要来吗？要，我来咯。如果珍珠那时候没破掉，一切都还会很美好吗？谁知道呢？但是对胖达宝贝来说，美好机会还多到数不清。Spending time floating on pie in the sea, just you and me, we like to stay.全球热销的德国 Emma 床垫提供100天免费试睡，现在还有6折优惠，立即搜寻 Emma 床垫。他爬楼梯很轻松，好羡慕，连走路都不舒服。你那么灵活，是吃葡萄糖胺吗？不是，医师都叫我吃宝洁。白兰氏宝洁胶原定，它含有专利成分 UC2， 舒缓不适，行动灵活，效果比葡萄糖胺更好。而且它是三效复方，润滑、修复、稳固，我自己也有在吃。我每天只要吃这一小颗，多靠宝洁胶原定，让我退休之后尽情享受生活，多彩多姿。我听邻居说他吃了很有效，我想要买，怎么订呢？阿姨，白兰氏宝洁胶原定有高达90%的试用满意度，电话订就可以了，我帮你宅配过去哦。有宝洁，想去哪就去哪，买2盒送10天份，优惠最多再8折。快拨打0800-864-077。Bowser is coming. Together, we'll annihilate that monster. Yes!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4月5日新院见。我儿子媳妇他们都要工作上班，那我就帮忙照顾孙子，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啊。后来我儿子他买了白兰氏鸡精定给我，3个月吃下来，他帮我照顾体力养精神，现在每天呢、可以跟我孙子玩很久，一点都不累哦。我最主要的工作是早餐店，天还没有亮我就要起来准备食材，多年下来我的体力啊真的不如从前。那客人说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哦，每一颗就含有鸡精精华、利群、铁，我吃了一阵子，不仅体力啊精神啊都变好，连气色都好了耶。我曾经动过2次手术，体力变得很差，经营养师朋友的建议，我选择吃白兰氏铁加 B 群鸡精定来补充我的体力，几个月而已，体力提振也比以前好太多了，家人都很开心。10天份优惠只要180元，现在就拨打0800-864-777。你们在忙什么啊？帮我保养啊。不用再这么辛苦了啊！现在的我全部保养只有这一瓶 All-in-1 蜜德斯，因为它独家 WOW 三渗透技术，一步骤就帮我做好3道保养手续，依序带到基底保养，交给我最信赖的蜜德斯。肌肤烦恼都拜拜，我的健康原生机 All-in-1 蜜德斯，快搜寻一瓶养成吧。全球热销的德国 Emma 床垫提供100天免费试睡，现在还有6折优惠，立即搜寻 Emma 床垫。接下来，少年悍战 Go 在卡通。阿莫，记得吗？我们。
们只能利用权杖做好事。你这次要求了什么力量？看了就知道，瞬间移动到客厅。你们好。你要求的超能力还真厉害，还提醒我别乱弹手指。那好啦，我只有半能力，只能瞬间移动到差不多的地点，衣服也不会全部跟着你，但这样还是超酷。你认真吗？没有双拼超能力就没意义。快点，我有办法了，赶快下车。一只魔杖，仅次于我超强壮的能力。两个相亲相爱的兄妹，干嘛召唤这种怪能力？麻烦你给我一个好理由。一半超能力，没有双拼超能力就没意义。双倍的麻烦，仅次于我豆豆大师的神奇能力。全新卡通《双拼英雄》，4月1日中午12:30开始，在卡通频道。小宝贝啊，我的宝贝走了，他走了，看起来全毁了。我们昨天才刚付完汽车贷款的。哦，我真讨厌每个月都要付车贷的日子。这真是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有借口可以买新车子了。你居然会很期待去看车啊？看车是最麻烦的事了，拜托，我宁愿成为以帮哥拉收清洁牙齿为生的苦力鸟，也不要去看车。我知道看车买车听起来非常的麻烦，不过那是因为你们没跟像我这种傻叫专家一起去过，相信我，过程绝对很好玩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新车吧，宝贝。哦，有好多新颖的款式哦，质量看起来真